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简单快速制作出俏皮可爱的萌宠网红墙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进入到剪辑之后，我们点击开始创作，并导入一张有正方形、菱形的网格照片。接着，我们添加一段音频，并将刚刚的照片长度调整至音频结束的位置。接着，我们点击音频，选择下方的裁点功能，并开启自动裁点。接着选择音乐裁点较密集的模式。接下来我们要在第一个音乐裁点新增一张画中画，并调整画中画的大小及位置。接着我们要选择下方的蒙版功能，选择矩形，调整它的大小及位置，并将它填满整个网格，并选择上方的圆角功能，调整它的四个角。调整完毕之后，我们就调整这张画中画的长度，调整至音频结束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要在第二个音乐裁点再增加第二张不同的画中画，一样调整它的大小及位置。接着我们就要按照刚刚以上的步骤新增另外四张不同的画中画。添加完毕之后，我们需要将这一段视频导出，因为在剪映之中，我们最多只能新增六张不同的画中画。接着，我们再将刚刚导出的影片再导入进去一个不同的草稿之中。接着，我们选择视频，并选择音频分离，并一样开启自动裁点。接着我们要在第七个音乐裁点新增不同的画中画。接着我们就再新增五张不同的画中画，按照刚刚以上的步骤及流程。添加完毕之后，我们再将这个视频导出一次。导出完毕，我们再将它导入进新的草稿之中，并再按照刚刚以上的所有步骤及流程进行最后一次。添加完毕之后就完成啦，那我们看一下成品吧。就是今天的影片教学分享，如果喜欢我们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